Happy Migrants News。幸福新民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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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各位观众好，我是中文的节目主持人曾子婷。今天的节目开场是不是很特别呢？刚才在画面上跟观众打招呼的是菲律宾外劳的朋友们，他们看到我们的节目都非常的开心，因为透过这个节目，他们可以知道更多台湾的事情。而另外，我们在节目今天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来自于越南的新住民潘玉琴。当他想家的时候，只要吃个凉拌米线，嚼在口中的滋味胜过世界上各种好吃的食物呢。马上跟他一起来学学这道菜吧。冬天防风，夏天防晒。好炖好用。这里是我们新店市的建国市场，今天我们要来找一位越南妈妈，让她做出我们想念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料理呢？让我们一起走吧。Hello Hello， 你好，请问是玉琴妈妈？是，我是，你好。Hello， 你好。比较好吃，绞肉比较有绞筋，夹心肉哦，夹心肉，好，我要加一点油哈，好，好，谢谢，谢谢，半斤六十，好，四根就好了。挑好了肉和菜，紧接着玉琴妈妈又进入越南商店采买。今天这道越南好滋味将在新店庄敬高中厨艺教室为您精彩呈现。我们今天做那个是凉拌炸春卷。这道菜我最怀念是我妈妈做给我吃，我一下课的时候，她做的跟外面卖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她的口味，因为我喜欢吃有点带甜的，那时间就是跟妈妈聚在一起一块儿吃，那是最快乐的事情。想她我就自己做来吃，给家人尝尝看。究竟这道思念妈妈的越南凉拌炸春卷会是怎样的好滋味呢？现在请赶快拿出纸笔，就让玉琴妈妈来动手做吧。她的做法是先把芋头切丝，黑木耳切丝，还有绞肉，还有红葱头，还有蒜头，胡椒粉，盐糖，还有鱼露放在一起搅匀，然后用双手在搅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秘诀？我们给它拌匀就好了，没什么秘诀，不需要拿起来摔吗？不用，我们越南的炸春卷吃起来有香味，更脆感。也可以换一些虾仁啊，如果你不喜欢吃虾仁，可以加螃蟹肉。螃蟹肉，那味道更鲜。我们要加一个蛋，搅拌完之后再加一个蛋，继续把它拌匀。对。这是为了让口感比较滑嫩吗？因为蛋它有它的滑的组织哈，帮我们的肉比较鲜汁，然后又有脆感，又有滑嫩的感觉。好，先喷水哈。先把春卷皮喷水。喷软。这个春卷皮是黄黄的，跟我平常看到的春卷皮好像不太一样。白色的是用春卷，吃生的。生春卷。黄色用来炸的。再来，我们再包。我们拿一匙就好了。拿一匙。你觉得太少，也可以再加一点。拿中两侧，折起来。两侧。喷过水之后，它就变。就变软，所以不要太多水。不要太多水。太软就不好包。包的时候不要太紧，不要一直压它，然后它肉会膨胀，会爆开。然后就往这样推开。这样子就是一卷。对，一卷。利用越南传统的春卷皮，将肉馅包覆其中，紧接着放油开火，将春卷丢入油中，炸至表面呈现金黄色。这酥酥脆脆的越式炸春卷就完成喽。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将越南米粉丢入滚水中，待焖熟焖软后，捞起放入冰水浸泡，这样米粉吃起来的口感才会又 Q 又弹牙。我们放一匙的鱼露，一匙的鱼露，对，就两匙的糖，两匙的糖，二比一，然后就要六匙的水，六匙的水，对，
十年就是比例要记住，就会有好吃的酱汁。对，等那个糖已融化了，再加柠檬汁。然后我们加半匙的蒜头、蒜末。蒜末。对。如果喜欢吃辣，也可以放一些辣椒。调好酱汁，米粉铺底，再加上生菜、黄瓜、九层塔、花生粒，再放上炸春卷，淋上酱汁就完成这道凉拌炸春卷。味道好不好，尝了就知道。要吗？青酸？要啊。好，我也吃。就是我们的街前家的春卷，来个边朋友做的吃，感觉个口味一样，我们街前里吃的一样。好吃吗？好吃。嗯，好吃。好吃。哇，好吃啊。嗯，赞。谢谢。有座位。坐。除了凉拌吃，炎炎夏日还有另一种吃法，也获得雨晴妈妈的大力推荐。小一点的。好，你哪一点哪一卷来包？哪一卷，这卷是我刚包的。对，我要吃这个。好，你可以加一些小黄瓜。加小黄瓜。嗯。包的太多。九层塔。九层塔。清爽的口感耶，而且我们的酱汁也好好吃哦，甜甜的。今天除了做料理，雨晴妈妈还要感谢一个人。雨晴妈妈，这个好可爱哦，是要喂我吃的吗？不是，我是为老师做的。哦，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斑斓椰绿豆糕。老师，哎，老师好，老师，来，我们先请老师品尝。这是我们玉琴妈妈的爱心哦。好吃吗，老师？嗯，真的还蛮有特色的。谢谢你。真的还蛮有特色。你也吃吃看。好，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玉琴妈妈准备这个蛋糕，谢谢老师的时候，她是有一段话想跟你讲。谢谢你一年来帮我们打气，然后让我们考到丙级。我们代替我们班里面跟你说感谢。真的，谢谢谢谢啊，我们往那个乙级方向加油。好。谢谢，谢谢，加油。嗯，我很谢谢我妈做一道菜给我吃，那每次吃起来我就会想起她。我希望她有机会来台湾，我会亲手做给她吃，然后看妈妈会开心的样子，是我最快乐的。叫罗敏瑜，然后粤文翻成粤文叫拉蒙优。我来台湾已经有24年了，就是我小朋友在这里读7岁国小，然后呢，后来我们7岁有了国际文教中心，然后就来这里就是帮忙。一开始是讲来越南的一些文化，对，然后就过来帮忙，就在这里帮忙。小朋友，你们几年级啊？一年级。喜欢听故事吗？喜欢。等一下要讲一个越南关于中秋节的故事，好圆好圆的月亮。小朋友，这个故事妈妈问早安。故事妈妈好，我是敏瑜妈妈。那请问小朋友呢？我们这边中秋节有什么活动呢？请说。啊，是月饼，对，还有呢，请后面那位。烤肉。啊，有烤肉。那我今天讲一个是关于中秋节的故事，是在越南的中秋节的故事。那你们可以顺便认识一下越南的，好不好？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给这边的小朋友认识，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个认识我们的国家，更了解我们的越南。也许有很多小朋友是妈妈从越南来的。他们可以多了解他们自己
妈妈本国的一些文化跟熟悉，不会那么陌生。对，好，那好圆好圆的月亮开始咯。今天呢是中秋节，月亮好圆好圆啊。爸爸请刚从越南来的阮叔叔在家里做客，月光下奶奶为了阮叔叔说了嫦娥奔月的故事。阮叔叔，在越南也有中秋节吗？孩子们问。有啊，我们也有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从前从前有一个叫阿贵，他的心也很坏。有一天阿贵在树林里闲晃，看到一窝刚出生的小老虎，他就起了坏心眼，把他们的爪子都弄断了。然后阿贵躲起来看母老虎能够怎么办。小老虎声声哀叫，换来焦急的母老虎。母老虎来到一棵树，然后呢塞了几个小叶子，然后放在嘴里嚼了嚼，然后把那个嚼烂的叶子附在那个小老虎的伤口上。没多久呢，小老虎的伤都治好了。好神奇的一棵树，阿贵十分的惊讶，便挂起这棵小榕树带回家，并郑重地交代妻子，这棵树很珍贵哦，叶子能做药，绝不可以浇脏水啦，倒垃圾哦。然后呢，他的妻子积德的清清楚楚，总之呢，把干净的水浇在树上。可是阿贵呢，时常唠叨，记住哦，记住哦，不能浇脏水哦。妻子终于受不了了，你呀，只会关心树，从来不关心我，你爱树比我还多得多啊。然后呢，他一声气之下，把书房里面的垃圾，哇，把它倒在那个树上面去了。突然间呢，树干摇啊摇，然后那个树叶卷起圈，然后就咻飞到天空去了。然后呢，阿龟看到，好紧张了，一跃而起，紧紧抓离地的树干。但是呢，树还是一直飞，一直飞。飞上了月亮，阿龟也登上了月亮，没办法回去了。如果你仔细看哦，圆圆的月亮里总是有一棵树的样子。阮叔叔指着月亮说：“你看，坏心眼的阿贵还在树下呢。中秋节你们做一些什么？”孩子们问了阮叔叔。那阮叔叔回答说：“中秋节越南的小孩子最喜欢的节日了。我们呢提着灯笼、踩影子的游戏，还有呢会有舞龙舞狮的表演哦。”阮叔叔嘹亮地唱着。我最喜欢那个树飞到天空那里，因为就很像火箭冲向宇宙。就是这些故事是我小时候还也是有听过，然后让我怀念我小时候的在家乡的样子，然后那个情景都在我的海脑浮现了这样子。好，我们台湾呢有布袋戏的文化很特别，那我们越南也有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的水上木偶啊。我们的布袋戏是在小舞台上面表演，那我们呢木偶是在哪里呢？在水上面。那寇远远，远远在那个水的后面，他站在后面，他有绳子然后控制这个木偶，然后木偶他很有活力哦，他可以跳舞啊，可以抓鱼，所有动作就扣那个远远，不要小看他，你看就这样动一动他都会动。然后木偶它有很多的外表造型，不一定是这样子，看那个故事的内容如何，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木偶这样子。好，例如呢就要干嘛的，猜猜看，它是在抓鱼的，你看开始了，把鱼抓这样子，对。然后木偶在水上面动来动去，然后那个演员在后面，在舞台的水后面这样控制它这样子。
我很喜欢今天的故事，因为故事很好听。我喜欢，因为可以学到不同的语言。来，我今天叫你们讲简单的粤语，好不好？好。那我叫你们你好粤语怎么说？来，洗澡。洗澡。所以呢，等一下我讲完故事要跟我说谢谢，对不对？来，谢谢越南语怎么说？来，跟我一起说，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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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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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笔。所以我们结束之后要跟我说谢谢，谢谢怎么说？感恩。好，跟我说再见，蓝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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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好，一定忘记了，你好怎么说？洗澡。好厉害，洗澡。洗澡。好，所以我们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要说什么？1994年，在高雄的美浓成立了第一个外籍新娘识字班，后来这个团体成长成为了南洋姐妹会，其中有许多新住民的会务人员，本来是到姐妹会来寻求帮助的人，没想到生命因此有了改变，成为姐妹会的工作人员，帮助其他有类似遭遇的新住民朋友。像是来自于泰国的邱雅青，就要告诉大家他这段生命转变的故事哦。大家好，我是邱雅青，然后来自泰国，然后我来台湾大概是56年之间了。2002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位越南的姐妹，就是介绍我到南洋台湾姐妹会来上中文课，所以我在中文课过程当中，就是了解政治，跟看到很多同乡的朋友。来自越南、菲律宾、印尼，很多很多朋友。那时候，因为我前面来台湾的时候是没有朋友的，来姐妹会过之后，发现这边有好多朋友这样子。因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归属感，邱雅青在南洋姐妹会一待就是10几年，甚至现在更成为里面的执行秘书，负责帮助像他一样初到台湾不知所措的新住民们。姐妹的那个组织的种子主要是训练新移民姐妹，甚至有更多的志工。我们觉得其实大家对移民姐妹社会文化，甚至他们的家庭的背景不是那么理解。好，那我们就做社会教育，我们就是去校园、社区跟其他的地方做更多的多元文化教育。我们的那个餐桌上的家乡食谱什么时候要拍？我们出书现在跟出版社是确定6月中跟7月什么在办，所以我们还要把食材啊那些还有做菜步骤跟出版社在讨论。成立南洋台湾姐妹会的时候，我就被选变成就是常务理事的角色。那时候就是有一股觉得对，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自信，甚至我觉得我是有更多的能力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是去协助或是去跟更多的新移民姐妹相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来做更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我也负责就是会员发展，然后会办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希望更多的会员姐妹们凝聚力量，然后来做一些聚会，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来互动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办回娘家的活动、春酒的活动，然后会员大会，然后就是像包粽子，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烤肉。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亲子教育的活动，那就是也有多元文化教育的活动，就是让小朋友跟妈妈有更多的互动。喂，姐妹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呢？打电话来到这边的话，就是通常都会问现在就是居留的问题，然后可不可以办身份证，那我离婚之后能不能留在台湾。甚至有一些先生会打电话来说我的太太想要学习
那你们现在有开什么样的课程？平时除了解决新住民打电话来询问的各种问题外，姐妹会里定期出刊的刊物，邱雅青也必须要负责编辑校稿。我现在在整理就是我们姐妹会的会训的文章。那因为我们透过姐妹会的会训，让大家可以了解姐妹会在做哪一些工作方向。我们是季刊，大概是三个多月出一次这样子。我们会请各个委员会去填写他们自己的文章跟活动的预告或是活动的报道。那我是做统整这样的一个工作，对，然后会看一下文件里面的内容或是文字有没有错字，就是蕊稿这样子的动作。那警会的那个会训一直很坚持用注音，就是它有一种就是让姐妹们可以再从这个地方慢慢去阅读了解台湾的国字。那我以前的中文其实没那么好，但是老师用就是让我们一直不断去表达自己，因为表达自己它是会变成一个句子，你要讲它完整的一个句子的时候，你就很快速学习到中文。其实我上中文班大概两个学习，那一个学习只有三个半月，那我就不开始上的这个中文班了。那我就会用自学的方式，我先看书，那每一个字如果不懂我都会圈起来，等就是志工老师在的时候我就会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连在一起一整个句子是什么，他就会跟我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我大部分就会从书里面去学习中文。从一个完全不会中文的泰国人变成现在可以看懂中文字并校稿。除此之外，邱雅青甚至自己学剪接配乐，完成一部有关新住民人权的纪录片。chim kêu dường hú biết nhà má đâu。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剪接，然后自己拍摄的，叫做《姐妹卖冬瓜》。那为什么是卖冬瓜呢？是其实是泰文的谐音啊，泰文是卖冬瓜，意思是说不要害怕。那我们期待新移民姐妹或是有更多不合理的事情，其实我们大家一起站出来，不要害怕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姐妹一起走下去。一个泰国人却投身台湾的 NGO 组织，为自己和同胞争取在台湾的权益，过程虽然辛苦，但邱雅青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家人也对我有更多的认同。那就像我工作很忙，其实我家人都是要负责帮我照顾小孩，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我的工作。我觉得是就是那个不只是单一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感，然后加上其实我也可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可以理解新移民，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新移民姐妹可以在社会地位可以再拉高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值得，虽然很累，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事情。6月12号是菲律宾独立纪念日，今年新北市和菲律宾驻台办事处合作，第一次以彩色缤纷的面具嘉年华游行来庆祝，走在台湾街头展示菲律宾人的热情，带大家一起去看看。2015年的6月14日，今天新北市的街头很特别，来自菲律宾的朋友们戴上面具欢乐游行，庆祝菲律宾国庆日。是菲律宾庆祝国庆日一个重头戏，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象征菲律宾人不畏艰难、乐观面对未来的民族性。但是要在台湾举办第一个面具嘉年华，对这些菲律宾朋友来说非常的不容易。酸
anong naisipan ninyo para mag-attend ang fair? Kasi ang ganda ng mga suot nyo. Paano kayo nag-isip ng motif ninyo? Kasi yung inspiration namin is from the Mascara Festival of Bacolod, the colors of it. Tapos, ano na, actually, it's very simple, but because we don't have enough resources here, like materials. Yung mga ano nga namin, yung feathers, kinuha pa namin sa Philippines, although they have it here, pero yung sa Pilipinas kasi mas mahaba. At saka marami kami, 25 coming dancers, so yun, kailangan talaga namin ng maraming materials. Yung iba naman kinuha namin sa Diwachit, kami-kami lang ang nag-ano. Actually, it started from very simple na ano, papel na cardboard na maskara, tapos nilagyan na lang namin ng mga feathers at colors. So, kaya naging ganito yung itsura na yun, saka yung sinamay. Yes. So, kaya naging ganyan yung aming ano. So, kami na lang naghanap ng paraan para magkaroon ng ganito. Actually, this is original ha, composition. Hindi namin to hiniram or com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We actually made it from scratch. Kaya ganyan. 辛苦的准备让这一场新北市第一次举办的面具嘉年华不仅让新北市的市民看到菲律宾人的热情，更将菲律宾的文化让更多台湾人知道。大家好，我要介绍我们那个菲律宾办事处劳工部门的主任Attorney Lynn Perez. Hello, we are now celebrating the 117th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in the Philippine history because this marks our anniversary or independence from the Spanish rule. The Mascara Festival originated from Bacolod in 1980. This was conceptualized by the local artist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Bacolod City, one of the very famous provinces in the Philippines, when there were tragedies or unhappy events happening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is a sign that even there are unhappy events, the Filipino people will still come up, will still triumph, and we will still be wearing our happy smiles.能够在距离家乡几百公里远的台湾街头看到属于自己国家的嘉年华游行，让许多参与今天盛会的菲律宾朋友非常开心，也让他们在异乡度过一个难忘的独立纪念日。Ano pa ang masasabi mo sa grupo? Well, I think it's amazing for us. This is a unique costumes. It's a different from everybody. So, ano masasabi mo tungkol sa affair natin ngayon?Well, maganda din po siya sa mga Pilipino kasi, di ba, kailangan din natin makialubilo din sa ibang Pilipino. Tsaka yung mga benepisyo na makukuha natin sa gobyerno, at least na napoprovide sa atin. Tapos anong tingin mo, ano ang pinaka-attractive sa'yo? Bakit pumunta ka rito? Para sa amin maganda yung ano, masaya yung event, saka lively. Tapos ang gusto namin dito, yung mga promos, saka may libreng concert din.Maganda din dito, masaya, at saka marami din mga kapwa-Pinoy din na sumali din, at saka may libreng concert at saka parapol pa. Matago! Pinoy ako, Pinoy tayo, mabuhay ang Pilipino! We're the mixed motion! 许多观众朋友们因为家里不是住在新北市，所以没有办法透过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不过没有关系，大家事实上也可以直接透过网络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再会喽。